啊，这就是我们在山上里面捉来的那个大梨园剪下来的这个梨枝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先日晒，啊，然后来这边尝一尝，做一个消毒，消毒的一个处理。啊，消毒完毕之后啊，然后通过这个机器，然后就把台阶和那个像一小块一小块，啊，一小块完毕之后呢，哦，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卓兰国小校长李豪正。卓兰是一个风景优美，非常适合跑步的地方，希望各位跑友来参加第二届卓兰马，耶、yeah!